加快脚步了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个秘密通道。反应越来越剧烈了。
总算结束了。我想这些黑色的烟雾是由他给操控的，看起来可以安全的下去了。糟糕，已经开始坍塌了吗？和水中的石板有所关联，我想我应该到上面去看看。卡特似乎已经离开了这里，他为什么要放弃寻找这个机关的秘密呢？前面就是吊车，我想我能到上面去。